赖建筑师，你真的太客气了啦！叫我俊杰。俊杰，总算找到你了，那我就不客气把俊杰带走了。打一把，他肯定认不出来。金胜男，赖雨翔，谁？你！你跟恶行鸟的事，他一定知道。他侠怨报复，我吴雪心怎么可能输给他？你不喜欢我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像你这么漂亮女生，谁不会喜欢？每周五晚间10点，求爱365。